你喜欢风中子，假扮赵半兽啊？你在找飞糖啊？那你得帮我一个忙才能见到他。拿着。叶流星，明晚半夜十一点，带着兽首黄羊和戴蛇到黄金矿山魂魄山。看来得尽快搞到四座黄羊。江战约在了黄金矿山，请你再多给我两天时间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今天跟赵观寿说了不少话，够他学的。你跟我念。两天。两天。雨林卫。雨林卫。两位请进。两位请进。什么人？出来。赵老先生。两位请进。两位请进。给我在这老实待着啊。装起来。为了救我，牺牲了自己啊！他只是喜欢吓唬人，没想着害人。